哎，有车过去。哎，干拉，防止不要脸。还有个狠餐，还有个狠餐。准备好冲，准备好冲。打，走，打！我操，牛逼！我走倒俩，好像在右边那房子里啊。没有。都完了，他直接补我了，了我操！看明明神在哪儿？我操，明神在三层。我操！中了个雷！我操，明神！我操，明神！明神！明神！砸穿！我操！明神，我来一个吗？能？我操！在哪？啊，明神在哪？我这个房子里应该。我知道。对，没下班。我这个房子没上班，没上班。不要啊！明神啊！都给我吓得抖了一下，这个人，说实话。嗯吗？来了，明神！我操，真他妈稳！独狼。哎呦我操，明神！你别急，我给你抱住。打头了，打别急，我看下去了。我你妈！我操！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漏斗直接表吗？自己溜上去。我你妈！这个牌丢呢。哇！来！我投球了！来跟我，我你妈！我没血，没血，明神，明神啊！那你先加药，你先加药。我你妈！我你妈！上次打我了！我你妈！我操！压枪！我你妈！我不管了！我你妈！我操！哎呦，明神倒了！明神，还差一个。哎呦！嗯，没事，别管他。这个人在救，看他在救，看见没？直接站起来打他。比你慢。没事，他比你慢。他怎么还有人？我给你挡子弹，我给你挡子弹。死了！我加个药。死了！来，你爬过来，我救你。打他妈尸体意思是，我没，两边再打，倒一个，我操，直接混死了，别烧死啊，我牛逼还可以捡空投，我操，你别倒，别倒啊，我没事，放养他也死了，妈这怎么还有一个？哦嗨，我操！直接一个，我这里有，明神，我给你旁人，我看看啊，在哪？我这里两个，一打四了，说。我操，明神一打四了。对，我那里还有一个。一瞬。没办法了，我操！他各个方向都绕人了，四个没辙了，一打四个了吧，主持人。